练习档部分呢，请各位一样哈，把它解压缩了。我让这个部分解压缩出来之后哈，你把它解在桌面，因为刚刚我把这个档案下载到桌面了，好，它有个压缩档。那我把它解出来之后哦，这个地方我把它放在桌面上。好，那桌面上的话呢，有一个压缩档，按右键哦，我们的电脑都有装那个压缩程式，解压缩程式，你把它解压缩嘛，解到桌面上哦，我把它解到桌面是这个目录。 打开来哈，那未来我们练习的话，当然就以双数题为主，好，所以前面大概看进度吧哈。如果可以的话哈，反正就上到哪一题，就是我们期中考试的范围。那上个礼拜哈，放了一次假，不过前两周我们已经上了两题了。好，那这两题的解答哈，其实在云端上也都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哈？我有把那个我最后解答哈。 放在那个云端上面的这边有一个连接哈，就是在进到那个我们刚刚这一个云端网址里面，会有个 YouTube 的影音连接，你把这个影音连接打开的话，前面哈上课的影片连接都在这里，第一次上课的我们教了102题，上上礼拜104题，下面有一个连接，点进来之后有没有？其实就是上上。 第一次上课的录影，哈，因为我习惯哈，我会一边上课哈，一边把画面给录下来，还有把我的声音给录下来，啊，然后呢会放 YouTube 上，贴到这边，好，所以你只要到这边找一下哈，如果你前两次上课你没听到哈，反正回去再补听一下，我想至少你会知道我们前面上的内容哈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啊，这边有第一次上一二三，我是放这个连啊，影片的长度哈 ，OK，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106题哈，大概需要做哪些动作？第一个就是说，他希望哈，我们把那个什么呢，这个开讲日期，还有对讲截止啊，这两个栏位，所以你要再开启那个练习档里面的106题。 那找到这两个栏位哈，他说这两个工作有两个工作表哈，所以这个栏位 B 栏跟 C 栏，那要做什么呢？把这个格式哈改成什么？本来是西元年，要把它改成什么？改成民国年。而且这个民国年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这个本来是中间是斜线，它要变成年月日。第二个是如果是个位数字的那个啊，比如说个位数字要补零的。 比如说3月，那就03，啊，补一个0，OK。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首先第一个呢，一样，我们把这个档案开起来，好，就是106题的那个范例档，你找到 EXD01这个档，哈。那如果你要设定两个这个栏位的话，那同时选取哈，你可以选取第一个 B2，我的习惯是按下 Shift 键哈，再去点选 C2，OK， 然后呢往下选取。 Ctrl Shift 向下，或者你也可以用拖拉也可以选取啦。不过我觉得用 Ctrl Shift 向下会比较快一些哈，它会自动帮我把这整个范围选完哈，然后按滑鼠右键，储存个格式，好，格式里面的话，记得就是说，如果我要把这里面的格式改成民国年的话哈，那它会跳出那个让我们选取格式，就是数值，储存格式里面哈会有一个所谓的日期。 那请各位第一个先把它改成什么中华民国历，啊，西历改成中华民国历啊，特别注意哈、哦，版本一定也要是繁体中文版啊。如果你是像之前有同学英文版，如果你用英文版这个东西就没有哦。OK， 那如果要改成什么民国，那你可以找一个比较接近的，这边有一个，比如说90年3月14这个格式比较接近，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哈。 它里面呢，月跟日哈，它没有帮我们补零，也就是说，本来如果是个位数字的话，那我要怎么让它再加上补零的效果哈？啊，特别是说你选了这个之后，再去切换到次第，次第里面呢，请各位在这个 M 前面或者后面哈，再加一个 M， 比如说小写的 M 好了 ，MM， 那这边的话改成 DD，OK， 大概就这样子哈，所以特别注意哦，储存个格式。 日期哈，记得改民国年，再到制定里面哈，去修改一下，改什么呢？这边本来一个 M 改两个 ，D
也改两个，那这样的话它会自动去判断，如果说它是个位数字的话就会自动帮你补上零，所以我们按确定之后，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92年，哎，有没有，如果个位数字03，哎，后面这边09有没有，自动会帮我补零， OK 哦。那再来就是说呢，91年跟92年是一样的，所以齁，你当然在这个地方齁，你可以用一个方法，比如第一个齁，你可以用，可能不就是再做一次吧，不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复制格式。OK，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齁，把，比如我刚刚做的是92年，这个格式要复制到91年，因为91年没做齁，你可以这样齁，在这个复制格式上面，点两下，其实特别注意哦，复制格式齁，点一下跟点两下的效果是不同的哦。如果你是点一下它就会复制一次，但是如果你点两下它可以连续复制，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点两下好了， OK， 把这个格式复制之后的话切到什么91年这个地方，那你刷过的位置它等于是全部都帮你把刚刚的格式复制过来，好，点放开， OK， 完成，所以91年跟92年格式就完成，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第一题，可以请各位先试一下，第一个这个是106题的第一个选项，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再来的话呢，题目还要求什么，利用两个函数，一个叫 count if， 一个叫 count 去找什么，找几率92年的跟91跟92年，另外的话最后呢显示的几率请你用什么？用那个万分之多少表示，所以特别注意哦，最后显示出来会是1万分之几次。那怎么算？你想说这个几率的问题，其实对各位来说是不是很复杂？当然相对的是比较困难一些，不过哈，最重要的请各位注意一下说，91年的中奖号码一期的话，应该各位有买过乐透彩吧？哈，一次的话会有7个号码，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所以总共它有开出几期呢，你可以看往下卷动，基本上它每一期一直到100，实际上扣掉那个栏位99期，有这么多号码，那如果说我全部的号码当然就是等于是7个号码有99次的，所以是应该是693个号码，那里面呢有几个是1号，有几个是2号， OK， 好，以此类推，那我怎么知道到底有几个是几号，那我怎么算，特别注意哦，你可以用统计分析里面切到这边来，用一个函数，刚刚有提示过，那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用插入函数，特别说插入函数里面呢会有一个叫 COUNTIF， 可以帮助我们统计，那统计什么，我们就利用那个利用这个插入函数里面特别是要找到那个它上面有一个选取那个类别请各位选到哪一个呢，选到统计，在统计里面就有刚刚他讲到那两个，一个是 count if 跟 count， 所以统计这里面找到这边有个统计嘛，统计里面往下找你会看到 C 开头的，所以这边有个 count if， 还有第一个是 count， 那这个做什么用途第一个 count if 的话按确定，实际上呢它会跳出两个问题让你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请你填上什么呢，第一个第一个问题 range， 意思就是说呢请你给我一个范围，第二个 criteria 意思就是说请你告诉我你要找什么，两个问题你给他就可以，所以第一个范围那我们范围就选什么91年，然后哪里呢，91年里面特别就是它是会先跳出那个工作表名称，再来就是说从那个 D2 一直选到什么呢，选到追往下选，选到哪里呢，选到这个追100，不过你会发现虽然这样选 OK 了，但是有一个麻烦，你会发现常常有同学可能没有办法用的那么顺，有可能过头，有可能不足，常常在那边卷来卷去，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range 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取代，什么方法特别是要这边可以用一个名称定义，比如说从这个 D2 一直到 J100 我按去按个 shift 键这个范围我可以把它重新定义一个名称，用一个名称来代替这个范围，
那未来你只需要配合 F3 那个按钮，可以就可以把名称叫出来。那个名称我也许叫做开讲啊，开讲91好了，用这个当成是我们的范围 91， Enter 一下，以后这个范围就叫开讲91。那把它这个名称复制一下好了，那92年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游标放在 D2 向下卷动哦，再到 J 的最下面一个，按 Shift 键。哎，这样可以全选，把它选起来。选完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名称叫开讲92， Enter 一下，这个范围就叫开讲92。那我们怎么统计啊？其实非常简单，游标放这里，插入函数之后的话呢，找到统计里面的 conf。我第一个要先知道什么？哎，到底1号出现几次？那怎么知道 ？range 记得哦，按 F3。这个时候会跳出那个名称，哎，用名称来代替，我觉得这是非常聪明的办法。那工作上其实你们也可以这样用了，或者是你做研究，只要是大范围的资料统计，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OK， 按确定。第二个 criteria 是你要找什么？哎，找1号出现的几率。所以我就点击前面这边的号码。啊，为什么？因为等一下向下填满嘛，那可以找2号一直到42号，全部都找完了。这个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什么呢？哎，你一号在这个这么多这个数字里面，总共出现的次数有几次呢？17次。所以 conif 哈，实际上就是 count 加 if 了。count 是算几个嘛，就是算次就几次。然后 if 的话是如果有那个条件发生的话，好，所以 conif 有点是两个函数结合在一起。好 ，OK。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哦，他会跟你讲十一次嘛。那你如果把它这个空点哦，快点两下，他会帮你把其他的哎，这个出现的次数都帮你做出来了。当然，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总共的次数哪一个多，哪一个少。不过呢，这一题它不是要你做这样，它要你统计它的几率。那几率实际上就很简单，几率其实哦，主要就是说呢。你要再怎么样再除以什么，除以它总共有几个号码，91年总共有几个号码，因为一期 七个嘛，99期嘛，我刚刚讲过了，693嘛，当然你打693其实也可以啦，可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他有提到说你可不可以用 count， 那 count 是什么意思？顾名思义嘛， count 是说你可以在这边齁再直接怎么样点击这个，特别重要。第一次插入函数是用这里，如果后面还要再加上什么除以什么除以，哎，抗整，帮我算一下。那你第二次用的话，记得从这边其他函数一样哈、哦，它会跳出统计。那你用什么？用抗查函数，可以按确定哈、哦，它会帮你加在哪里？加在这个后面。他问你说，哎，请问一下，你要帮你算什么？那你告诉他说，哦，请你帮我算一下哈、哦，哎，在开讲91里面哦，总共呢有几个数字，请你告诉我。OK， 他会回答你，回答你就是什么693，有没有？所以其实函数到底做什么？其实很简单，告诉你答案就对了。好、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以前数学里面要教你什么演算什么方程式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啊，说真的，函数很多问题就搞定了。所以你只要用函数，很多事情它已经帮你做好了。那前提是你要会使用函数。好，按确定之后的话，这个时候呢，他帮你算出来了，哎，几率，所以哈、哦，91年的几率是这样子，0.0245，后面还一堆，但是这样的显示方式哦，对一般人来阅读不方便，所以他又有一个要求，就是说，请你帮我改成什么万分之多少？那怎么做万分之多少？其实，在那个题目里面有讲到，请你制定一下。因为我要万分之多少，所以会有五位数，所以加上五个问号，除以多少呢？除以一万。哎，各位有没有看到万分之245出现了？按个确定，向下填满，几率算完了。OK， 所以其实你到你其实，所以我刚刚讲哦，你的数学程度只要有小学就够了。其实主要就是，当然你要会用那个函数帮你解决问题。好 ，OK， 那再来92年怎么算？其实92年更简单，你算完之后你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再取消，贴到这个格子里面。那特别重要，要取消掉，贴上，
那做什么呢？因为刚刚范围我不是有制定一个是92吗？这个不是有92吗？哎，做完了，打勾，92年的几率算完了。那其实这些资料哈、哦，在网络上都是开放的，每一年开奖的记录全部在网络上都查得到。所以呢，如果你要算名牌的话，网络上都有资料。好，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啦，哈，像我有上课有教人家怎么去，当然主要是上课讲到这部分，就真的有人写信问我名牌怎么算，还问我可不可以一对一教学，好，哦，我不是要教，我主要是教你怎么用 Excel 吧，我不是叫你算名牌哈 ，OK， 但是其实可以算啦，很多地方都可以算出来，到底哪些数字在历年来开出的几率最高，好。可是做完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呢，它出来格式不对，那怎么办？很简单，把这个格式用什么刷子，对不对？刚好用过嘛，所以这个刷子非常好用。按一下，因为它会跳出来，按一下是复制一次，按两下是连续复制。不过我们只需要复制一次啦，所以你点这个刷子一下，把这个格式套用到这里，再点它两下，哎，算完92年。所以你有93、94、95、96到105年通通可以算完、哦、那资料都在网络上嘛、不然你可以查一下乐透彩或者是大乐透，不过乐透彩好像到办到民国哪一年就截止，后来改成大乐透，其实这个我不熟啦，不过后来我 Google 一下我发现好像它有这些、玩法、OK， 合计的话其实就是等于什么，把 这个年度加上这个年度，把这个加这个就好了，有没有？中间加号，打勾，点它两下，再来算排名。哎，到底哪一个排名最高？哦，那也许你可以把前七个号码找出来。前七个号码找出来之后，也许你下课之后经过那个彩券行，哦，你可以进去跟他讲说我要这七个号码。哦 ，OK， 会不会就下一期的开奖号码？哦，如果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当然就是。哎，我们怎么去统计？所以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一，先把91年这个范围做什么？把它先选取之后，给它一个名称，将来配合 F 3把它叫出来。好，第一个，第二个用92也是一样，91跟92哈，再来这边用什么 ？COUNTIF 先算91年的开奖次数，再除以什么？它总共有开出几个号码？算出它的几率。再来就是利用什么呢？利用按右键储存个格式，它本来是 0.00245 等等的 OK 哦，那你可以怎么把它改成万分之多少，长得类似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怎么做？试定五个问号空格斜线空格一万出来结果 OK， 类似像这样。那91做完再做92 OK 哦，然后合计的话就把两个加在一起就可以了哈，来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哈，试一下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一些细节啊，可能稍微注意一下了哈。做熟了之后，你会发现这 Excel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啊。